老婆，今天我们吃嘎鱼怎么样？什么嘎鱼啊？这不黄辣丁吗？我就是考考你，看看你认不认识。就这，你还想考我啊？你打算怎么做呀、啊？我们做个酸汤黄辣丁，再给孩子做个红焖的，怎么样？行，你快去做吧，我去接孩子了。好嘞。来点姜，来点葱，撒点盐，高度白酒。我们拿锅铲来搅拌一下，千万不能用手，这个上面的刺扎一下很疼的。翻拌均匀，给它腌个20分钟。趁这个功夫，我们先给孩子做一个鸡蛋羹。来一勺盐，再加点清水。端上锅，盖上盖子，速蒸模式。黄辣丁也腌得差不多了，倒出来洗一下。再烧点热水，把黄辣丁烫一下。鱼也洗好了，我们把配料切一下。酸萝卜切丝。再切点泡椒，野山椒切一点，切点泡椒，啊，配料都切好了，开始下锅吧。起锅烧油，花椒来一点，切好的配料倒进去，配料多炒一会儿，把里面的水分炒干，炒香后下入黄灯笼酱。再加入清水，鸡精2勺，胡椒粉来一点，再加点白醋。水开后下入黄辣丁，再起个锅做红焖的，放入姜蒜，加入清水，加点生抽，黄豆酱来一点，甜面酱来一点，挤点蚝油，来点胡椒粉，少了点鸡精，倒入黄辣丁。酸汤黄辣丁煮好了，可以出锅了。放点青红辣椒，再来点花椒，放点香菜，点缀一下。我们的也做好了，可以出锅了。锅里面留点汤汁，勾个芡，淋上汤汁，香菜少不了。老婆，酸汤黄辣丁好喽！哎呀，做了这么大一锅呀！那酸汤黄辣丁这么开胃，做熟了哪够你吃呀？怕是不够你吃吧？来尝尝看好不好吃？嗯，好的，老公，你也赶紧吃啊！好，当心有刺哦，慢一点吃哦。爸爸把刺给你弄一下。有没有刺？对，你看一下有没有刺，要慢一点啊。啊，这个好好吃呀、啊！好吃啊，你多吃一点哦。还有鱼哦，也要多吃一点哦。嗯，这黄辣丁好鲜嫩啊，都没什么小刺呢。是呀，这黄辣丁确实挺好吃，来嘛，多吃一点嘛，还有这么多了嘛。嗯，我自己来嘛。